那个叫什么啊？哪个 ？F Basics。你那个？哦，你说，我忘记了。我先拍一下这个，才选了。哦，有啦 ，F Basics 什么意思？用如何把 Excel 快速转换成 R？ 用照片吗？不是，我要记录要怎么做。那种照片这么神，这么神，太神了吧！那什么？你那个叫什么啦？等一下，我先记录一下这历史性的一刻。Basic steps。好、哦，都。他想要知道什么？他妈，他到底想知道什么？2026。那这一段晚餐就要请我啦。过吗？我教你这个大那么大的 hack， 然后你要给一点回报吧。好哦，这个 hack 很高级。什么 hack？ 快速将 Excel 资料汇入到啊。这很好用哎，没有这个。对啊，那你要不要？但是我们不能这样。什么？怎样？什么叫怎样？你想怎样？金钱去衡量这个技术就对啊，哎，总可以用金钱衡量技术。那我们不谈金钱，我们谈的是餐点。姐夫怎么看？什么？我已经帮你一次了。